现在为大家示范关卡是这个日狼哦，懒得解释，今天一直断线，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哦，应该不是我的问题。有人有通关吗？就是有经验可以分享吗？因为我现在不太知道我的龙队可不可以打。像硬冠可能吃都吃得很舒服哎，头痛。头痛咯，想一下，我第一次用水龙那个水翼接当头，啊，副队长要放谁？谁是水翼接吗？是这样吗？双水翼接吗？是这样吗？双岸翼接比较稳吗？双岸翼接啊。好，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反正石头我们还有二十几颗，还可以刻。双转星，转星哦，说得好，我好像只有一只哎，怎么办？我只有一只转星的。你有没有练第二只啊？要带这只哦，那应该蛮好笑的。好吧，直接攻攻看好了。五色龙队，我没有啊，就没有。有的话，我刚也想带啊。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是平民百姓。基本上现在是属于一个连续断线的现象，基本上现在属于连续断线的现象。酸暗异界或毒龙水翼，但毒水吃运气。毒龙采用转心异界当队长哦。毒龙采用转心异界，转心异界，转心异界是什么？就是除了暗龙以外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反正不管了，你现在可以为大家示范，就试试看哦。靠！哦耶！啊，很多水珠没错，他不死我就要死。哦耶！第一关叫一波带走的，这么凶残，这不像我平民百姓的作风。真是凶残！第一关，完全不处席地直接灌过去。再来限单体攻击的，这个因为我们水木比较难打哈，所以我们先打火跟这个，因为它等下 CD 比较晚到。哦，好，杀了先杀。六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要留一只给我。这样 combo 会太高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处技了，怎么处呢？跟各位示范一下哦，处技哦，这个蛮简单的，
没有，就这样，这样就除气了。哦，做全体攻击就好了。哎，但是水的我刚好像没有控制好，无所谓啊，因为暗的问题啊，暗的问题比较大。平民百姓，对，现在就是属于一个 standby 的状况哈。双体共生是不是下一关？双体共生，没差。嗯，哦，对，我信徒会攻击，好，忘记了，到一回合哈。还没死 ，very good。看一下我们暗龙神有没有必要先开哦。两只，好，先开无所谓，算是除夕地也好。好，双体共生，就两只，两只一起的哈。我想要一波带走，嗯，应该是可以，个十百千万十万无鼠盾，水火没有火，基本上带不走。木有木光，好，按钮，好，好，我在鬼叫什么？我在，不重要。可以看到我珠子故意哈，有点流珠有没有？怎样才能留下你的珠？水火木光啊嘛，好，好，要考我的神转珠了。好，水火木光暗，好，谢谢。懂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转珠忽然变顺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好，现在属于一波带走哈。因为一波带走我就被带走了，这个没办法，他逼我。这时候非常危险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暗龙石开下去，暗一姐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在干嘛，我怎么不开呢？个人认为这边应该是可以洗气力的一个好地方，所以我决定让他一招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打得那么痛啊？光和暗，好，
为了避免我们不想把它急杀哈，我们把光束消消光光。我记得是这样处理，百姓是这样处理的哦。我记得哦，大概学一下这样就好了。我不想杀他。不要死啊，宝贝！光暗遁，要送他走。砍七还是可以的，好吧，试试看好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是第369次的这个断线，我们基本上都接回来了哈。我们看一下我们技能哈，第十关什么消除玩家附加效果，我看不太懂，不要把我 CD 重置就好了。好，基本上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急杀的 tempo。这样有算吗？咚，还没死。对，消心珠不算光珠，不算暗珠了，讲错了。储那么多珠干嘛？要给他一波舒服啊。暗龙石效果会被弄掉，谢谢，谢谢这个 WGWAISTER， 不好意思，名字太长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念。哦，其实它逐步变强并无视控制，逐步变强并无视控制，逐步变强并无视控制的意思就是，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绿符的动作，我觉得需要绿一下。好家在我心中被我揪回来，可是防御看起来一样啊。哎，只有攻击提升，防御没有提升，这是个好现象。那我再绿一次哦。基本上应该可以一波带走啦，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可是我看到那么多猪，我就看得很心烦气躁这样。都不是我的攻击珠留在这边干嘛？啊啊！你我的新珠，好像还够多。好，你够了、哦。老子不出手，你真的当我是通关的画面，你知道？所以基本上刚刚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它断线了。可以告诉大家，看左上角那个宝箱有没有？你们看那个宝箱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我刚刚一波爆发带走，而且掉卡片了，好吧？我自己刚没看到，就不好意思了，那个断线我没办法控制。是怎样？风化腐蚀哦，那先干掉一只啊！干掉哪只？一定是这一只啊！哦，我的全体攻击没了。保持我们不死之身，我决定要干掉他。干掉一只就好，谢谢。一只就好。哎，你还真刚好呢哦。一定要这么帅吗？我是不想要遇到自残啊。28盾个十百千万十万，28盾对我来讲比较有利，因为我两只暗力解，
这怎么消啊？没那个。我思考一下，消这边，再溜过来，再这样溜过来，撞 ，very good， 跟一切一样。我看没撞到那个光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没撞到光珠啊！20%，20%，8Q， 耶 ，8Q。明天我们石头很多，我们吃石头好不好？因为我真的不想浪费太多时间了，真的。哦，就基本上就是现在是流星了，好不好？流星啊！啊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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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估计啊，两组幸福石就回得来了，所以我做这样一个很危险的举动。这一次 GG 的画面没有切过去，大家有机会看到 GG 的画面。基本上1、2、3、4、5，基本上是一个 GG 的 tempo。GG 啊 GG 啊，看为什么要给我 GG 啊？坏 ，I don't wanna die。哦，天降，漂亮！看我的神转珠。大家注意一下，看那几康宝，注意看哦。你说潜力破出来就是不一样哦。三康宝，没好起了，潜力破出来，就是石头 K 下去的时候啊。好了，这一堆应该是可以通了，可以通了。但是遇到这一只独臂战神提尔，说真的蛮难搞的哦。注意一下哦，我的那个状态已经不见了哦，所以无所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吃一颗了哦，吃一颗就算了。被他打，没有打哎。消啊！你消我、啊，怎样？你消、啊，你消啊！啾啾啾啾啾啾！我都没开暗龙齿，你是被消的。看你那个像嘞！我有4波水龙死，我老你讲。一波带走。这条线是啥小？被射击的符石一经触碰即会停止转珠，你干脆就整命买信。在最精彩的时候，怎么可以又断线呢？一定要等大家回来嘛。那条线不能动，不能碰到那条线。按挨打击，金光水属是重点。王冠回复没有成功，王冠爆发可成功。我刚刚这次做过，不过我没有双水龙石，带两只一戒。刚龙达也遇到提尔，压力蛮大的。传说了三级。给虚谁虚我啊？刚三级是不小心的，我刚以为很多坑啊，你知道吗？看到马上拉，这条是杀，这条一拉就狙啦，这条不给他，不给他，他已经解了，就不能拉他了。好，看我被我的椅子撞到，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一波有没有带走？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，这我很清楚。就是我建议各位哦。千万不要消公主珠，坏，因为攻击珠太少了。哦，把攻击珠滤出来，锤啊！你锤啊！你锤啊！你锤啊！好，再看一下哦。一定要这么刺激吗？
我想用这颗新珠去撞这里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可以撞得过去吗？算了，我这边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不要撞了。刚是被自己一直撞到，我再来一次哈。没有天降，你有没有死呢？耶、yeah! ！如果刚刚我遇到的不是提尔，可能那一颗就不用吃了。Maybe， I don't know， 耶、yeah. ！好，今天为大家示范这个手好酸，平板很重，不是平板很重啊，因为举了一天的那个哑，不是也不是哑铃啊，就是举了一天的平板，你知道吗？对吧、啊？不过大家应该有看到了哈。看一下卡片，最新个人记录，机关骑士，梦夜级200个灵魂，龙类成员只有龙类，那就是龙队了，好吧？为什么每次那个的时候我的脸都很好笑？没有了，没有那个啦，他妈耍白痴啊！真的吗？我刚那个脸都很白，很好笑的，因为我脸从来没有不好笑过的。要帅得这么好笑也不容易了，这是重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刚刚打到了素材，太漂亮了，据说要打两张 ，fuck， 我知道今天是日食，但是也不用弄这样嘛，那成就是什么？只有光，不是的，我要看梦魇，没有用魔法石，五种属性，所以。五种属性哦，明打吧，我在想，不知道。好，今天花了一个小时又34分钟，刚才影片不晓得有没有成功连接起来。最后这一场，最后这一场我没有关机，那基本上会连在一起。今天的 Twitch 真的让人家很堵然，陈为民吗？没有，我比他帅，不好意思，好，不能这样讲，他也不错哈。五色队用什么比较稳？我只想到明打哎。其他的不晓得，不然用五色龙队也可以啊，只是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连续爆发，因为有两个水龙石可以一直爆。对啊，第一关你要么回血，要么一波带走啊，然后第二关再洗 CD 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关就是你要打死一只洗也可以，两只一带走可以。五鼠盾血量够，基本上这因为这次的关卡攻击太高了啦，18723龙队没几只，没。就龙队其他队伍要撑过去也不太容易，来消除附加效果，基本上这一关算是佛心来的啦，因为附加效果基本上打到这一关你没有死的话，应该效果都还在。五色龙哦，就水火木光暗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叫水火木光暗的。平民百姓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是。哎，这一次我有看到实况的那个画面，没有很丑了，还好，没有很好笑哈、哦，光的、哦。光的是塞圆龙吧，或者塞光龙石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你哎、欸，因为如果你是头尾一阶的话，对啊，都还50倍、欸，可是我没有练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光龙石会把你心转掉，所以不一定比较好。对啊，我只看到光龙石哎、欸，当然如果你有练光防龙也可以啊，就是看你有什么龙就塞什么龙啊，因为你要破成就啊，问题是成就啊，光异界。光翼界，看一下光翼界，我的光翼界的阿北长大，他还是小小只的，没有，然后过18岁才会长大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我连这只都还没有。土耳茶之啊，土耳之茶，我是不太想解这个所谓的成就了，因为地狱基本上有点在残虐自己，通关都很难，更何况是。不是地狱的梦魇，通关就很难了，更何况是还要没有魔法石，应该我刚那一堆是可以的，双翼界龙应该是没问题。我刚这样打，因为我才三到五 combo， 我刚虽然说中间有六 combo 了，不能这样讲，有些时候紧张的时候手会滑掉，最后一 combo 就上去了，有没有？五种属性，对啊，我只想到明打，不然蛮难的哎，因为你明打，你假如说要打这个第九关，如果遇到。提尔，例如说你是配女巫大队的话就不行啊，而且女巫大队就会帮你被消掉。
白蜥蜴这个人很帅哦，白大蜥蜴有没有？一坨蜥蜴，打三星就好，拿个幻兽。对啊，三星啊，我就觉得三星 OK。平民百姓又接回来了哈。那个蜜果，蜜果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蜜果它的功能是什么？我把我的那个月狼啊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很可怜，我的月狼还没久久等，有没有？他要这一只啊，蜜果幻兽。哦，这一只也是，月狼有了，月狼久久了。他要蜜果幻兽。哦，所以蜜果幻兽主要是让你解放用的啦，就这样。全人类双老人一次完成两个成就，非常好。地狱哦，哦地狱哦，地狱是还好了。地狱基本上80万的血量，王冠上还 OK。解双狼各要一只，阎王要两只，好兽不拿了。对，我建议大家是去拿一下，反正你只要打两只秘兽了，就多打一场这样。问题，老人对，队长哦，队长战友相同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基本上这个手是属于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没有。戳，他就硬起来了嘛。不是，我是说筋骨要活络一下。好，今天实况到这边，应该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哈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各位拜拜。